启禀大汉，前方发现一支万人军队的明军骑兵。崇祯是想绕到我后方，突袭我后侧。图尔格，奴才赞。本汉给你10000精锐，去拦截那支明军，务必要击败那支明军。这，崇祯生在深宫，对行军打仗一窍不通，也敢在本汉面前卖弄。若是袁崇焕过来，本汉还忌惮几分。狗皇帝必然是不知道，我大清还能调动如此多精兵猛将，这一次定要活捉狗皇帝。不过什么？奴才最担心盖州的明军突然北上，还有那一州的明军。只要鳌拜和多尔衮能牵制住明军一个月，本汉定让崇祯跪在沈阳的城门前唱征服。启禀严帅，后面有敌军追来了。他娘的，还真被陛下说中了，建奴真派人过来了。立刻传令令大军加快行军速度，朝建奴大军后面绕去。启禀将军，探子来报，几里之外发现一支万人规模的明军正朝这边冲来。传令立刻让骑兵前去拦截，为主力军保驾护航。你快去禀报大汉。这崇祯小儿竟然派两支骑兵向我左右翼绕到后方。崇祯的兵也就十几万，他既要围困沈阳，又要调兵打援，本汉倒是要看他有多少兵可以分出来。前锋营出击。尊陛下圣谕，威武大将军炮准备开炮。启禀陛下，建奴前锋营已经退到四里之外，人数约莫5万，全部是火枪手。另外左右两翼各有5000骑兵，后方部有火炮营，火炮有30门。前锋原地驻守，先用威武大将军炮压阵，做防御队形。另外让左路和右路拖住建奴的骑兵，不准越界。臣遵旨。启禀大汉，明军火炮攻势太猛了，前锋营损失惨重。让前锋营先退下来，让左右路推进，避开明军的火炮，从侧面攻击明军。这马帅，建奴有数万人，卑职建议还是打防守战。陛下只给我留了3000骑兵，肯定是打防御战无疑。杨嗣昌传令给马世龙，若是建奴的右路军要打，就想办法将他们的主力引到那个坡下，用诱敌的战术。是陛下。顺便跟他说，打仗不能太死板，却大胆的尝试敌人不过来再采取预备方案。臣遵旨。陛下说的那个斜坡就在这里，陛下前天还与我一同去看过。若是能将建奴的主力引到这边的坡下，老子的3000骑兵能打得他亲娘都不认识。有难度，建奴的指挥官不蠢。陛下说了，打仗不能太死板，试一试故意示弱，诱敌深入，若是不行再采取预备方案。好，调3000人做诱饵，将建奴引到这一带来。本帅亲自带着御林卫骑兵在坡上的树林里恭候建奴。丁参谋，就你去。行，卑职这就去。等这一仗打完回去，老子把女儿嫁给你。马帅，咱们现在在打仗，老子早就知道你小子的心思了。传令兵，传令3000火枪手跟我冲上去。启禀将军，有一股明军朝我们这边赶来，大约有千人。这明军胆子也太肥了吧，敢用千人挡老子的10000人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压上去。启禀将军，那股明军大部分已被歼灭，只有少数明军正在撤退。传令下去，全线追击，歼灭明军。大人，太顺利了，那会不会是明军故意引诱我们？你有见过故意诱敌是这样拼死抵抗的吗？若是贻误了战机，便是错过了建功立业的机会，那前面必然还有更多的明军。此刻明军军心大乱，正是出击的绝佳时机。传令下去，谁敢不听号令，一律杀无赦。启禀贝勒爷，陈锦他们正在追击那股逃亡的明军。索诺木，本帅给你10000骑兵，你速速前去击杀明军。记住，明军有火枪手，先让陈锦他们对抗，冲散明军的火枪手，咱们再出击。奴才领命。报大人，后面发现大量骑兵。他妈的，吴克善那个王八蛋，送死的活先让我们汉军八旗上，一旦发现敌人溃败有军功，就派自己人来。快下令全速追击明军。启禀大人，我军后面有一支骑兵从八旗火枪手的侧翼向我们包抄而来。尼玛，八旗竟然还出动了骑兵。快，火炮手准备对准10点钟方向，直线距离4里开炮。启禀马帅，丁参谋已经将建奴引诱至此。儿郎们，
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都打起精神来，跟本帅冲上去杀敌。